哎，睡觉了啊，准备睡觉。嗯，我看完书再睡，你先睡吧。不是你睡哪边啊？你挑好。我随便。不是你先挑好哪边，然后你再看，好吧？我都说了，我随便你挑吧。那我睡这边了啊。嗯。什么味儿？怎么了？那么臭呢？什么东西？哎，哎呀，是有味儿啊！我知道了，沙发年头长了，发霉了，完了这有味儿，这怎么睡进去？哎呀，不信你这样吧，你上去睡吧。啊？你上楼睡吧，这味儿太大了。不是，我上楼睡不好吧？这有啥不好？你这应该，你没这没事，你就上去睡去。哎呀，上哪儿睡去啊？大半夜的啊！这沙发有味儿，睡不了，太臭了。是吗？啊！哎呦我去！这什么味儿啊？对啊，赶紧上去睡。太大了，没法睡啊。那谁，正正，要不这样，你呢？今天晚上我跟小西那屋凑合一宿，好不好？走。来，等我，等我，干干啥去？睡觉去。不是。你上那屋睡去。对，不能上那屋睡，要让周启墨知道，非得杀了我不行。对呀、啊，要让小姐知道这事儿，她也得杀了我呀。你不行这样吧，我上你屋睡去吧。那我自杀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什么解决方法都不行了，这肯定得有人受伤，怎么办吧？这么的，我将就将就吧，说不定一会儿困了，我就睡着了就好了。好样的，这儿呢，坚持住啊！我时时刻刻都盯着你的。哎，大味儿是。你这味儿，你能接受吗？哎呀，一会儿困了就是。这能行吗？你看这味儿，这要能睡着觉算怪了。你赶紧上去吧。啊，不行，这沙发原来也没有这味儿啊，找找从哪来的味儿。不是，这就是年头多了，时间长。嗯。就你那味儿，就你脚的味儿。哎，我是不是？哎，都什么人啊？模仿我的脸，模仿我的袜子，还模仿我的气味，要干啥？你赶紧洗脚去，快点！你那味儿太大了。不是你凭啥命令我呀？啊，我不就不去了？你要能忍，你就在这睡；你要不能忍呢，你就上楼。我上楼肯定我不上，我就在这睡。哎，我去！哎，你要在这，你要能睡着，我算你能耐。反正我是困了、哎，你睡吧。我说你睡，我看。我今天，哎，我就睡一个给你看看。来，哎，干啥？哎，姑娘，你干啥呀？你这，你是不是装的？啊？不，有这么严重吗？